傅学礼博士现在给大家演示一下115式杨氏太极。吸，呼，拍左脚跟，左侧扁，一到中间，停住，松透松透，抓脚趾，挺膝盖，提肛收命门，用里面的力量向远处牵出，牵到与肩平，停住，开背环状收回，停住，跟着里面走，松肩松胸松腹松腰臀大腿膝盖小腿踝关节，松透，欲右先左，两手充满气感，气球变大，跟上去，完全感觉气在右掌下，开膝盖，原地落，含着屁股，脸臀正蓬侧蓬，护耳护裆，用腰胯带动，往前蓬，双蓬捋，搭手含胸单边，用肘带扣左脚，落落白鹤亮翅，挤靠，撑开，落挂，含胸。四川的打法比较架子比较大，左搂膝奥不展，跟半步拍和李亚轩这一支的是杨氏大架，动作比较舒展大方，左右搂膝奥不展，直角转松前胯后膝盖，右搂膝奥不展，左搂膝奥不展，跟半步开，手挥琵琶，这是玩大枪的劲儿。搂膝奥不展，十脚转进步扳，上步拦锤，如风四壁。用腰带手回来，十字手，第一段结束，松，抬左脚尖，抱虎归山，高一点踩裂镜，横，侧捋，回来，含胸，挤，感觉挤住往后走。按，斜单边，这是李亚轩的打法，用一个斜单边来连接肘底锤，略和其他85不同，肘底看锤，拖对方的肘，开，倒脸后推拉掌，倒脸头推拉掌，倒脸头推拉掌，可以选择3个、5个、85、45个，斜飞式扣脚，跟半步提手上式，落靠，撑开，白鹤亮翅，哦，
含胸十腹海底针腹清泉的打法，往下沉，撑起来闪通背，落撇身锤，打的同时从耳边推展，拖回来，进步扳拦锤，上步揽雀尾，横双腾，四川林文涛的打法，上动下不动，下动上不动，莫转心不转，完全是推手的劲，挤挤住往后顶，落落落落到不能再落，圆单开胯扣膝，再起来按舒腕，死角转，傅清泉特别强调死角转，单边。云手变掌，以上下相随的单脚，这是捧捋劲儿，一个捧一个捋，一定要用腰来带手，上下相随，用腰带手，你可以选择根据场地做多少个单边。高探马转头45度平抹，保持棚劲，又分脚落，保持棚劲，左分脚115度是落地，再左分脚下，左右搂膝，进步摘锤，从耳边进步摘锤，护耳护裆，横双横搭手，上动下不动，下动上不动，莫转心不转，扣提坐回来，按单边，云手一二。单边。